你好，接受采访，请问这位女士有10万块钱买你老公，你卖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真的话，价钱还可以商量。请问这位男士有10万块钱买你媳妇儿，你卖不卖？不行，我10万块钱还没取来呢，那赔钱呢都啊，10万都没。